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这几个月都一直听那个讲台的信息，都在讲有关于彼此相爱的这个道理哦。那你们觉得彼此相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吗？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我觉得要爱一个对我们很好、很尊敬我们、很爱我们的人是容易的。我们要爱在远方的久久才见一次面的亲人朋友弟兄姐妹是容易的，但是耶稣要我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谁是我们的邻舍呢？看看旁边的人好，我们是这个彼此相爱应该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的一个 practice 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人、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每天他踩到我的脚，我踩到他的脚，然后彼此看到有很多的缺点，可是要这样能够彼此相爱其实真的是不容易哦。那我们礼拜五的那个小组查经的时候，一个弟兄就问了这样的问题，说你觉得爱一个这样子的人容易吗？然后答案是不容易，但是呢，如果我们看见他的里面有主的荣美，看见神是怎么样爱他，看见他里面有神的价值在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去爱就比较容易，可以用神的爱来爱他。所以现在请弟兄姐妹大家站起来，我们唱这首很容易的诗歌，大家都会的诗歌，你可以用华语唱也可以用台语唱。那我们在唱的时候呢，我希望大家就是走动，然后就边唱边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握手请安，好不好？好，上面的歌词是华语的，然后下面是台语，你要用华语唱还是台语唱都可以。
主的荣光。那国语歌词说有王的荣美哦，我刚刚在唱的时候想到，对啊，我们都是王子跟公主，对不对？都是神的孩子，王的儿子女儿。所以你如果对待王的儿子跟女儿，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呢？对不对？好，请大家请坐哈。写错字。好，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三到八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了奴仆的形象，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求神帮助我们，用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用他的心为心，用他的眼光来看每个人。那上个礼拜那个苏长老，对不对？上个礼拜苏长老来这边跟我们勉励，那他最后生门结束的时候讲这个圣法兰西斯的祷告，圣法兰西斯的祷告文。那这个是大家，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都很感动，赶快拿起那个手机来拍那个歌词。对，那这个写得很棒的一首祷告，祷告词，那有被谱为歌，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唱这首诗歌。那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越准备的时候越觉得，就是让圣灵来带领我，就是向我自己说的话。我用一个祷告的心，我们来唱这首。
祝福用金钱献上，为你所用。主啊，我们献上的不只是我们的金钱，我们也要献上我们的心来遵守你的命令，能够彼此相爱。主啊，求你悦纳我们的奉献，作为你神国度的使用，来彰显你的荣耀。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现在我们要请王少雄牧师来为我们讲道，他今天的讲题是当我们彼此相爱。 弟兄姐妹平安，大家听到哈，我是王孝雄牧师，我代表西雅图正道堂东区分堂，向大家问安。我跟恭喜西雅图台语基督教会过去50年在这里敬拜，在这里传福音，求主继续的保守大家。 祝福大家，让大家靠着圣灵，这大能为主继续的发光，荣耀神的名。我谢谢教会的安排，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我们先来就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向你敬拜和聆听你的话，你的话带着能力和祝福。 求你的灵引导我们，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接受你的教导。我们恭敬仰望，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今天我们继续看约翰一书，就是使徒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写给小亚细亚众教会的那个信。当时使徒约翰已经年老了。 他亲眼看着教会被攻击，基督徒受逼迫，被抓被杀，受尽各种的委屈。他们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去。当时更有不同的传说、谣言，还有异端。基督的福音也改了。不少信徒因为各种的患难、异端，还有世界的引诱，使他们跌倒。
犯罪，他们心里感到难过、内疚、失望。使徒约翰看到这个情况，就写信给他们，勉励他们，又提醒他们，肯定他们的信心，教导他们怎么去面对一切。整个整卷的约翰一书都围绕三个重要的主题，第一就是爱，用神的爱来爱；第二个主题就提到分辨，怎么分辨异端和真理，他把身边真理的教给他们；还有圣洁公义的生活怎么活出来。上个礼拜树江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过什么叫彼此相爱，今天我们就继续去看。上个礼拜温习一下我们彼此相爱，刚才啊主席提过，这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给众使徒的命令。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提到，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主耶稣命令我们去爱，就是爱我们周围的人。很高兴今天早晨大家都诗歌里面在行路上面都有大家彼此握手，彼此打招呼，彼此愿意接纳，这个爱的表现。但是圣经里面叫这个爱是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因为是专门是 agape， 是不离不弃的爱，是愿意舍己、愿意牺牲的爱。刚才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看过第一书第三章十六节，提到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为弟兄舍命。约翰提醒教会弟兄姐妹用行动来表达我们的爱。第十八节提到，孩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以行为和真诚表现出来。这上个礼拜苏长老跟大家已经思考过了，可是我们爱的行动是怎么样呢？我们怎么去表达呢？我们今天继续的看。因为我们都有限，我们能力有限，我们表达的方式都不一样，我们接受爱的理解也不一样。我们爱心表现的时候有时候会带来负面的，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希望今天的经文可以帮助大家。我们请打开圣经啊，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从十九节到二十四节来看啊。我们找到了，我们起来读啊。我们这啊，荧幕上也印出来了，我们请念好不好？从此就知道我们是真正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叫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个经文可以简单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十九节到二十节提的什么呢？提的神的安慰。当我们表达爱心的时候，虽然让我们的良心责备我们，哎，做错了，或者有些不对了，我们受责备的时候怎么办呢？神安慰我们。第二个部分从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
提到描述我们爱心带来的祝福，当我们离去上岸的时候，神给我们祝福。我们先看看神的安慰，第19节、20节，十九节提到呢，就是说从此就知道我们是有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慰，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啊，这句里面的动词的文法比较复杂，有不同的解经家翻译的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课本把它分为2节，19节、20节。你看20节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好像是另外一段。但是你看，如果是英文的翻译呢，英文把这20节头一半连贯着19节。但是我喜欢就是说新译本还有现在中文译本，它把2节都连在一起，19、20连在一起，就比较容易明白了。这是怎么说呢？我念给大家听。从新译本的翻译说，这让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真理的，即使我们的心责备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可以安心安理得，因为他比我们的心大，他知道一切。就是当这个责备是当我们啊去彼此伤害啊我们做的时候，当我们的心责备我们的时候，神面前我们也可以安心。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良心，我们的感受，当我们有爱心的行为，有邪情的行动的时候，我们内心都会有反应的。这反应有的时候会责备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比如跟着我们关心我们周围的人，比如我们在路上看到一个人，他拿这个牌子，他需要帮助你觉得很可怜，很想帮助他，给他20块钱，为他，你要为他祷告，叫他你找个地方休息吧，不要站在那边那么冷，然后就下雨，你们找个地方休息吧。他好，可是当你回家的时候，跟你太太来分享说，你说我也看到那个人了，我今天要给他20块钱，你说哎呀，为什么这样子？觉得不舒服了，你要回去开车回去看看，那个人还站在那边。你就问他，哎，你认得我吗？那个人就完全不认得，他还站在里面。说本来觉得很舒服的啊，你可以帮助那个人。后来发现，哎呀，是不是受骗了？这个人好像专业的，一天都在那边要钱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根据我们当时的情况来，让我们有着不安的感觉。若是你，你会怎么样？过去几个月，在香港大家都看了新闻，有很大的波动。我在香港长大我来美国读书，还在这边生活。我的弟弟以前香港牧会，他也是牧师，他太太也是牧师，他不同两个不同的教会，他们都有分享最近香港的情况，因为政治观点不一样，整个城市包括社区包括教会连家庭都被分割了，因为有暴力，有人受伤，生命有被毁，生活受影响，很多人都觉得很大的困扰失望，他们都需要关怀安慰。可是问题来了，如果你是牧师，你安慰哪一边？教会里面有些支持民主的要革命要反对，另外有一批支持官方的警察的，他要维持治安两边都有他的看法，两边都有人受伤，两边都需要安慰，你到底需要安慰哪一边？你跑去安慰警察那边，那边觉得不公平他们不对，为什么不准你报另外如果是支持民主呢，另外一边觉得你太过分了，很为难，是吧？两边都
不安慰的不做也更为难啊，不是为何不管的啊，你不这种没有这爱心吗？有的时候我们落在这个地步很困难很为难，你做啊就是有不安，你做啊不做更不安啊，怎么去呢？使徒约翰当时他在教会当中也不同的背景，在表达爱心的时候也会遇到困难阻碍。他安慰门徒说，当我们明白圣经的教导的时候，要按照真理去生活，去彼此相爱，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真理的，在神的旨意里面有神的保守。这是我们心好像在责备我们，哎呀你不偏心啊，你不安。当我们啊这是有不安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安心。为什么呢？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良心会受世界甚至环境的影响，不一定是准确。神是无所不知的，当我们回到神的话，回到真理当中的时候，不但是凭我们的感觉，乃是看真理告诉我们我们有没有犯错。或是我们这是做错了，得罪神了，得罪人了，神的话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认罪求神赦免，我们得平安，神能够安慰我们，让我们的平安。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面，我们可以安心的不惧怕的，我们要以神的爱去彼此相爱，不怕冒险，因为彼此相爱会给我们带来神的祝福。我们再看下去啊，下一段提到21节开始，神的祝福有好几方面，有三个不同的祝福。第一个祝福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自由地跟神相交，跟人连起来。21节提到，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坦然无惧，原文就是有勇气的 ，courage 勇气 ，honest 太难的啊，我们有信心的 confident。有 friend 可以很坦白的在神面前，我们的人是不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毫无畏惧的去到神面前告诉神我们心里面的一切，这是何等大的福气。我们可以与神相交，不受限制，每时每刻都经历神的同在，每一天都有神的肯定，在神的恩典慈爱里面，我们得到平安。约翰一书第二章28节说，孩子们啊，你们要留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必畏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难有确信，也不基于惭愧，必有畏惧，同时却坦然无惧。同一个原文同一个字，我们不需要怕。神显现的时候，我们很开心，没有惧怕。我有三个孙女，我当女儿，老大三岁，老大是9岁，老二7岁，老三是4岁。最小那个非常可爱，也很调皮，很喜欢讲话的啊，但是她很害羞。看到陌生人的时候，这个低起头来，不讲话，不是在祷告啊，他是害羞、害怕，不敢跟人家谈。但是，当他来到爷爷奶奶的家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很高兴，心里面有什么话就讲出来了，家里面啊，什么些话都告诉爷爷奶奶啊，告诉我太太跟我。哎，有一天他说，告诉奶奶说，哎呀，妈妈哭了。我问他为什么哭啊？哦，他跟爸爸吵架了，都告诉我们，没有什么隐藏的。
孩子，因为怎么呢？他跟我们很熟识啊，他跟我们的心都是连在一起。他来的时候，他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是谁，他不害羞。跟陌生人不一样，我们常常跟主见面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惧怕。当我们凭着信心去彼此伤害的时候，我们不怕。怎么呢？我们每一天灵修祷告的时候很开心那段时间，因为我们跟神关系非常亲密，就好像那个小孙女跟看到爷爷奶奶一样，什么都可以讲。你有这个经验吗？跟主相交，第一个祝福到主显现的时候，我们这是可以坦然无惧。第二个祝福是怎么呢？今天提到祷告得应允，我们祷告，我们天天祷告，我们这神会答应我们的祷告。今天提到二十二节，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他行他所喜悦的事。我们不但有把握借着祷告亲近神，并且知道他必定会回答我们，还有一个理由，怎么呢？为什么神会答应我们祷告？这里头，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广义来说，这是行他喜悦的事。我们顺服神的吩咐，顺服是祈祷、祷告蒙应允的一个条件。不过确实有条件，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顺服神，就得应允。今天提到遵守、obey， 还有行、do， 两个都连起来的。我们遵守，我们顺服，就行了，就做了。我们行动来表明我们对神的顺服。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第五章里面的，他重复同一个意思是怎么说呢？我们在他面前的确信，就是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按照神的旨意祈求。祷告蒙应允的秘诀是什么呢？第一是顺服神，遵守他的命令，照着他的旨意来求，神一定会答应我们。当我们希望要得到的、要成就的，跟神一样的、跟神的心意一样的时候，神一定会按着他的时间来成就。神教我们遵守的命令是什么呢？二十三节提到，神的命令就是教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的命令彼此相爱。两方面，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就是承认耶稣，相信承认他什么呢？耶稣是基督，很重要。基督不是耶稣的 last name 哈，不是他想的。耶稣基督又是什么？他这不是基督，是他的身份。基督是他的身份，就表示表明耶稣是神。那位拿撒勒人，耶稣是神所拣选的那一位受膏者。And later on， 神拣选他为王啊，为天国的王。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意思，这是代表神是天国的王，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告白。基督教，基督徒信什么？耶稣基督，这信我耶稣是基督。当我们见人家受洗礼的时候，第一句问他：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你相信耶稣是基督吗？只有圣灵的带领，这个人才会真心的明白，就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样提到，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耶稣的名，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接受耶稣，就是我们的王，耶稣就是那位基督，就耶稣就是那位神主拣选的。紧卷的约翰福音，这个约翰福音最重要的目的是怎么呢？约翰把这个福音书写好了，在20章30节，他表明，他说，这里说，但这里记载的，这是叫又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着信，你们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整个约翰福音就是这句讲解，为什么要信？这提到约翰，这带着所有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会明白，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我们唯一敬拜的，耶稣是基督。除了清楚我们的信仰，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就会顺服的顺服神去彼此相爱了。23节，相信还相爱都合在一起，两个都是神的旨意，神要我们相信，神也要我们相爱。24节提到第三个祝福，就是我们可以住在神里面，住在神里面，何等大的祝福。24节提到什么呢？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这本书里面头先出现，头先提到这个观念，他是回应到约翰福音里面提到主是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葡萄这个枝子跟葡萄树要连起来，就是说你们，我们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分开就没有，这个枝子就死掉了，没用了，不能结果子，我们要跟耶稣连起来。所以这提到我们住在主里面那么重要，这提到这个主基督也住在属他的人里面，他们也住在主的里面。我们第4章也提到，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希望看到神的完全的爱吗？不但在基督身上，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表达出来，这个爱就完全了。约翰这里在20节提到，把前面这本书前面3章里面的意思所做的都联合起来，怎么呢？这提到除非一个人能顺服神所解释的三个基本的命令，什么命令？第一是相信基督，相信耶稣基督。第二就是彼此相爱，有爱心。第三个就是行为方面，我们行公义。有这个三方面，我们就可以肯定我们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住在我们里面。住在基督里面不是一个很神秘的经历，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说自己拥有什么呢？还是承认耶稣成了肉身的神子，并能够继续过一个身体的生活。耶稣住在你里面吗？等下我们的主餐的时候，我们一个饼一个杯领受的，我们跟耶稣有关系，纪念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我们一起吃个饼，代表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愿意接受圣灵的同在。你们提到从前我们就他住在我里面，我们就是怎么呢？因他赐给我们圣灵，
这是一基督徒生命开始的时候所得到的。当我们信主那一刻，我们有圣灵的喜先来到我们身上，永远不离开。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你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愿意接受他，就有圣灵与你同在，你属于基督的了。这样的话，圣灵肯定我们跟神的关系，肯定我们有没有住在基督的里面。圣灵借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把自己很客观的表现出来。住在我们圣灵要表现他的确确实实的活在我们里面，他要我们活出来，彰显神的荣耀。是圣灵感动我们承认耶稣道成肉身，他使我们有能力就行公义好怜悯，给我们能力去爱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包括也是不可爱的人，他可以给我们能力去爱。有圣灵的同在，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的话，就有能力活着神的爱出来。那很出名的牧师 J.I. Packer 巴克，他说，我就先讲英文说 ，So apart from the Spirit, not only will there be no living believer and no lively congregation, there will be no believers and no congregation at all。就说如果没有圣灵，不止没有，我们看不见有活跃的基督徒，还有活跃的教会，连信徒教会都不会存在。圣灵是那么重要，如果没有圣灵，这个教会也不会存在。没有圣灵在你身上，你也不会来教会。弟兄姐妹，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也是建立在这个爱的基础。我分享这个故事来结束。大概七年前，我辅导一对夫妻，他们两个都是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在中年时候还正想结婚，很那个个性很刚硬的，很独立的，很有主见。但是他们结婚的时候，不到一个月就闹离婚了，受不了，没有办法，丈夫受不了太太，太太也受不了丈夫。两个都很能干，都有很好的工作。他说我不需要你，我还可以活下去。一直在都很独立的，他不需要对方的支持，还是常常挑剔对方的，很哪些做得不好。他们找了好几个牧者跟他辅导，怎么办呢？他理论知道神不喜欢离婚，他就很喜欢我们伪造这个婚约，我们遵守。他知道他生活，他的问题他真受不了了，但没办法活下去。他找很多牧者、长老，包括很多辅导员，他说都没用，他帮不了他们。然后他找来跟我跟师母，我们一起来读经，我们请他，几乎每一个礼拜请他到我家吃晚饭，吃完饭以后我们读圣经、祷告。祷告时很好，但是过几天又打电话来，半夜说不是我要离婚了，我怎么搞了？我来再，他一起过去好几年的时间，翻来翻去，但是慢慢的，他不改变了。后来他说我不需要来了，我们可以知道了，我们可以接纳对方了，我们可以愿意彼此饶恕了。他们个性还是那么独立，还是刚强，但是他知道他顺服神的话，他知道要顺服，要彼此接纳，彼此饶恕，继续的为主做见证。我们后来就从每一个礼拜请他吃饭，然后几个月次，现在我们在一年次上次我们赶紧请他来，他不一样，他很快乐。我说怎么样呢？他说都一样啊。
但是问题是说他们愿意接你的工，愿意彼此相爱，教会里面也会有这个情况。有些人可能你受不了的，有没有啊？就是来了教会真受不了，哥啊，哥和你不是说，如果你没有找到那个人，你就是那个人。所以我们小心，我们知道人都不一样，我们表达我们的爱心、接纳我的爱心都不一样。有时候我们很难很难靠我们的能力去爱，但是我们回到神的话，回到有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彼此相爱。主耶稣命令我们去彼此相爱，主耶稣也愿意与我们同行，实际的行动就看我们有没有愿意顺服的心。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用你的话来感动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知道实在不容易，我们也很有限，求你的灵引导我们明白你的话，让我们知道怎么去行你所要我们去做的。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里从今天开始就决定顺服你的话，愿意彼此接纳，彼此相爱，把耶稣的爱心活出来。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爱心，彰显你的公义。谢谢主给我们的教导，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谢谢王牧师给我们的勉励，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用他的爱来彼此相爱。好，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我用这首圣法兰西斯的祷，大家请起立。天我做你和平之子，在这在基督里，欢迎本是属于主教会的陪餐者一起来恭守主的圣餐。
请坐在上面的陪餐者能够尽量坐到前面来，使服侍的人比较方便。亲爱的兄弟姐妹，请注意来听主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说的：我曾从主领受，也传给你们。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他拿起饼来祝谢，然后他分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来纪念我。吃完了以后，他又拿起杯说：这是新约在我的血设立的，你们每次喝这杯的时候当纪念。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他拿起饼来祝谢，我也拿起饼，照着耶稣基督的模样，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大爱长阔高深，无可测度。在人类走在罪恶没有盼望的时候，你竟然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世上所有的人，来拯救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甘愿撇下天上所有的荣耀，谦卑顺服在神的面前，来到世上成为代罪的羔羊，为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你的宝血来洗净世上人的罪，也借着这你所流的宝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使我们能够在和父上帝复合。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和主你一起坐席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审查自己，我们真的爱你吗？你为我们舍弃你的生命，但是我们爱你的心有几分呢？主啊，求你再次用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感动的工作，使我们再次回想主耶稣你怎样为我们牺牲，好借着这饼和杯来成为培养我们灵性的饮食，使我们的灵性能够更活跃，使我们能更加爱你。我们这样祷告不配，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时候，当如此来纪念我。每一次我们在接受这圣餐的时候，我们应当要好好的回想
我们的主是怎样为我们受苦的。以赛亚书第53:4，曾这么说，我用台语比较顺便顺利一点。伊是在担当咱的忧闷，背咱的苦担，总是咱抓做伊受责罚，互上帝拍，搁受苦楚。那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为着咱的罪过受害。伊担当刑罚，咱得着平安；伊受鞭拍，咱得着医好。咱拢亲像牛马路，行家己的偏路。耶和华予咱众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伊受压迫，拄着艰苦，腰骨无开处。伊亲像牛牵到受台地，也亲像牛伫监门的人的面前无出声。伊也亲像安尼无开处。伊担当最侪人的罪，其中你、我、咱大家，拢得着伊的保护，给咱拯救。咱无听主，要叫什么人听主？伊为着咱牺牲到献生命，咱点无实在献上咱的心伫上帝。一主的面前，所以我们每当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当好好的纪念他，心里常常思考：我爱主有多少？吃的时候，他好好的纪念他，一起享受。吃完了以后，他又举起杯说：“这是新约。”在我的血设立的，你们喝的时候当如此来纪念我。这是新约在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你们喝的时候当如此来纪念我。论到上帝以主耶稣的爱，在罗马书第8:31开始，论到这些事，我们该怎么说呢？上帝若为咱，几罪会抵得咱？伊既然无惜伊家己的囝，将伊本身予咱。兼无所将万面白白予咱嘛，自罪的过上帝的百姓，称伊做伊的是上帝，自罪的定咱的罪，耶稣基督已经替咱死，上正死伫十字架，但伊也过我上天。这是上帝大兵，也在替咱祈祷。自罪的过程，咱伫基督的听，迄是患难，迄是困苦，迄是困窘，迄是妖魔，
那是痛体，那是危险，那是来得啊。亲像所记载讲，阮为着你的缘故，终日受死，看作亲像要杀伊。总是咱对这个拢做事，对疼咱的德性到有出，因为咱深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官是家，是现今还是将来，是掌权的。还是伫其他受罪物，拢袂计当咱伫上帝听，就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所有的听。这是信仰，伫基督的血来设立的。恁既然饮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三代永久。你们每次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我们邀请王牧师来带领我们献上感恩，然后做最后的祝祷。我们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领受这个饼，纪念主耶稣为我们舍命，要提醒我们，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体。我们与耶稣有份，我们要彼此在基督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谢谢主，也感谢你让我们用这个杯来纪念你为我们流血，你用这个杯，用你的血与我们立约，提醒我们，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提醒我们，我们领受救赎的恩典，我们等候基督的再来。主给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就新的灵，让我们在能够活出属于你的生命，得你高举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一同起立，我们领受主的祝福。神的话在接着我们的大前书接着说，愿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全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愿基督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阿们。请坐，请坐。我兄弟